大家好，我是徐俊南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的愿望是能够拿下双级别金腰带，再次成为传奇。大家好，我是万冠军赛运动员邱建良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希望自己能够打出更多让自己和全迷朋友们认可的比赛。新的一年，我希望我场场比赛获胜，多拿几个花红，然后拿下挑战权，挑战冠军。新年最大的愿望是疫情可以早点结束。今年最大的目标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全面型的 MMA 运动员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希望我能够进入到前五，然后拿下金腰带挑战权。在新的一年里，希望自己可以把这两年的对手重新再打一遍。2022年，我希望打出更多精彩的比赛，拿下更多的胜利，争取打入排名，然后早日争夺农欧的泰拳金腰带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万冠军赛运动员刘鹏帅，在这里给您拜年了，愿你龙腾虎跃，节节高，虎虎生威，扎西别累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万冠军赛所有的全迷朋友们，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顺利，虎年大吉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气冲天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平安顺利。祝大家春节快乐，虎年好运。新的一年祝大家虎虎生威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新的一年里祝大家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，虎力全开。然后在这儿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虎生威，虎年行大运，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在这里，静南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开心快乐每一天。Happy New Year! Happy New Year!